赵丽颖是公认的拼命三娘，其敬业程度不输杨幂。她个人更喜欢拍古装剧，古装造型更是美成仙子。在休息好几个月后，赵丽颖宣布回归在娱乐圈的作息中，欢迎颖宝回归，真的太太太想念你了。这次赵丽颖接了一部新剧，早在几个月前就有消息说电视剧《无尽天灯》要找赵丽颖当女主角，剧里的女二是迪丽热巴，所以热巴要和颖宝抢男友了是吗？迪丽热巴的古装也是超级美，至今还沉浸在凤九的魅惑里。《无尽天灯》是由神话小说改编的剧，双女主设定，男主你们都认识，之前还跟赵丽颖搭过戏，他就是李易峰，当初追过青云志的朋友请举手。这对 CP 当初爱得太可怜了，希望这回不会虐。赵丽颖第一次和合作热巴，你们期待吗？